各位朋友，为了因应美国政府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香港政府就是前几天就推出所谓重药，咁又可希望可以壓制下呢一個嘅樓市嘅泡沫。咁最重要咧，佢有兩個目標，一個目標咧就係話保證銀行嘅信貸風險唔好出事。第二咧就話壓抑呢個樓價咧嘅炒風咧過分熾熱。咁大家聽到呢個咁嘅做法之後，覺得我哋係唔係從此可以將我哋嘅樓市所謂一個健康發展納入正軌咧？咁可唔可以做到呢個最終嘅目標咧？咁今日請到咧係四位台上講者嘉賓咧，同我哋傾傾嘅個題目咧叫做落重藥壓市場泡沫，望平樓盼供應充足。如果供應唔充足嘅時候，大家上車係咪依然困難重重咧？咁請嚟四位朋友咧，首先介紹下係劉光華先生，咁係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嘅代表，歡迎你。早晨。旁边咧就系汪敦敬先生，系香港专业地产顾问商会嘅会长，欢迎你。咁啊，仲有系何乐生教授，系岭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欢迎你教授。咁啊，仲有咧系李永达先生，系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嘅代表。咁啊，现场咧仲有好多朋友噶。咁啊，首先啊，介绍下咧就系喺我旁边嘅咧就系可道中学嘅老师同埋同学，欢迎大家。咁啊，仲有咧系仁济医院罗陈楚思中学嘅老师同埋同学，欢迎大家。咁啊，仲有系呢一边嘅系浸会大学传播系综合传播管理学嘅老师同埋同学，欢迎大家。咁啊，仲有咧系青年民建联嘅朋友，欢迎大家。咁啊，呢边咧系公民党青年公民嘅朋友，欢迎大家。咁啊，仲有咧呢边咧就系维园行动嘅朋友咯，系隔篱咧就系呢个论坛之友嘅朋友。咁啊，歡迎大家。咁啊，就喺我最後邊咧，就係蝸居部落嘅代表噶，歡迎兩位。好啦，拋出第一個問題，請教大家啦。咁啊，就落重藥之後，大家都會問：咦，咁個市點啊？咁有人咧就預測話：咦，其實咧都有效嘅，可能會令個市咧就會下降大概5-7% 到啦，最多10% 到嘅咧。咁就話可能咧明年第二季度咧會回穩，大家對呢一個咁嘅預測，對成個市道嘅預測，會唔會係咁上下咧？不如啊，業界人士啊，王生，好啊，王生好，各位早晨啊。咁咧就我諗，如果一個政策，我諗第一步咧去做到嘅就係話將個市場，即係如果將個市場重整，佢第一步做到嘅就係將冷靜，即係冷靜化。咁冷靜化，我諗市場上，我諗而家成交由最初啱啱第一日跌咗50%，我諗而家好多區都跌咗70%成交，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數量。咁咧就交投係嘛？係個交投。咁咧嗰個樓價咧，我諗第一即係啱啱推出嗰頭4-5日咧，我諗係回落咗3-5%。我諗而家會多咗啦。而家我諗7-10%。如果平均，我諗個交投個成交價會咁講，咁似乎仲會個趨勢都仲會跌翻啲。咁我諗市場變化就係話另外一個現象出現咧，就話好多人轉咗長線，轉咗長線之後之前買落咧就好多人會改收租，咁你會市場上會多咗租盤，就我諗租金有壓力，咁呢樣嘢要即係喺個市場上要留意咋，租金減平咗之後會唔會會影響到個樓價下調咧？咁我諗第一步，咁但我想強調，既然呢個係第一步，咁跟住落嚟點咧？跟住落嚟我就覺得應該係要諗下用家係咪可以即係正常上車咯？譬如用家包括上車人士咧，亦包括換一個用家換樓人士咧，想改善環境咧。咁呢兩樣嘢，如一個正市咧，好多時都掌握唔到。譬如2008年雷曼事件之後咧，就出現個銀行收緊，就好多人上唔到車。咁後來去到成2-3月先放鬆，咁最變咗咧就係成個工程咧，即係樓市重整嘅工程咧，係必須要增加咗用家參與嘅成分咧，咁先會轉去健康嘅。咁我諗即係話我即係報告到呢度為止。好啊好啊，唔該曬你。教授點睇啊？個水晶球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下？又或者展望下今後嘅市道點行法？就我想大家睇翻以前即係1994年嘅時間咧，曾經政府都推出一系列嘅措施去打擊嗰、那個炒樓嘅。咁樓市咧係跌咗10-20% 咁上緊啦。咁但係咧後來嗰個措施逐步咧將佢取消嘅時間咧，嗰啲樓價浮浮咧升翻上去。1996、1997年咧就升得好急。咁同樣咧呢、這個咁嘅措施咧，即係可以想像。你是不可以長久都是這樣的，那你有一朝一日呢你是要將它取消的，
咁咧，你一取消嘅時間咧，你只係將嗰、那個，因為你而家嗰個冷卻咧，係暫時將嗰個需求壓抑咗落去，你根本係供應係唔夠啊嘛。點解唔可以長久咧？我行外人，我唔識啊。咁我既然一路不斷炒嘅時候，我咪係咁撳住你，你夠膽兩年之內轉盤嘅，我就徵重你。因為點解唔可？點解唔可能咧？因為呢件事咧，即係對於成個香港經濟嗰個環境啊。同埋對於嗰個市場嗰、那個效率咧，係影響好大嘅。咁任何人，即係你買咗樓，你就要驚啦。如果有乜嘢事幹，我兩年之內要變賣嘅話咧，有心理壓力話隨時咧會即係剁到入骨嘅喎。咁因為咧，即係咁嘅關係咧，即係嗰個付出嘅代價其實係相當之重。咁減呢個代價太重咧，你即係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你暫時仲可以頂住，但你長期咁樣承擔一個咁沉重嘅代價，咁我相信咧係唔可以長期維持落去嘅。咁無論如何咧，呢個係唔係一個健康嘅一個制度嚟嘅。好，咁就阿施永青先生咧就曾經寫文章咧，就話基本上咧佢預測咧就係大概會下調7%到啦。咁佢點計出嚟咧？佢就話：咁你15%夾埋個印花税啊嘛，咁你買賣雙方。議價嘅時候，大家褪一褪，咪褪出7%到出嚟咯嚇，即係你其實就用嗰、那個樓價真正嘅買賣嘅成交咧，抵消咗噶啦印花税。咁其實唔知道兩位對呢一方面有啲咩睇法冇？我就覺得係即係你好難話要預測得好準確嘅。嗯，即係未來嘅一兩年咧，就好多外圍嘅因素，好多不同嘅原因咧，係造成嗰個樓市咧，可能有不同嘅情況出現。但你如果回顧過往嘅一兩年咧，個樓價實際係飆升得太緊要，咁所以市民大眾我哋包括輿論在內咧，都希望咧政府能夠即係出手，係能夠咧係對嗰個熾熱嘅氣氛，特別喺呢個即係所謂量化寬鬆嘅熱錢未大量流入喺呢個時間咧，能夠係一個即係出手嘅時機。我只認為是一個適當嘅時機嘅。呢次不單止係一個所謂額外嘅印花税。而且咧，金管局咧喺嗰個即係按揭上高咧，能夠進一步嘅限制。其實個最主要嘅效果咧，係令到大家都停一停，諗一諗。喺熾熱嘅情況底下咧，大家冷靜落嚟。嗱，當然造成嘅效果咧，當然正話業界都有提到啦。啊，事實上咧係個炒家少咗，樓價係跌咗，啊，用家亦都少咗。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未來嘅一兩年究竟係？入市啊，唔入市啊，出市咧、啊，其實好在乎自己嗰個本人咧，佢自己嗰個判斷。咁所以講，我相信如果你作任何嘅一個預測咧，其實都係冇乜必要。不過有一點嚟講咧，你睇外圍嘅因素咧，個熱錢流入啦，呢、這個始終係一個嘅，即、就、係、是、你話係一個機會又好，你話一個機遇又好，但係你話係一個危機都好。都是可能是存在的。嗯，好啊，唔该晒，阿达，你是个立法会个事务委员会主席，点睇呢件事啊？政府呢个建议同我哋喺九月见曾荫权嘅时候，个建议差唔多，我哋都希望用额外印花税去即系压止呢个炒风。我估计而家个市场就冷静一啲嘅，个意思咧就炒家就觉得就冇乜钱赚噶啦，因为你赚到成即系成四成以上咧，你先有肉食，因为你十。5% 又印花税，加埋其他啲嗰啲經紀費啊 ，credit card 咧，你賺唔到三成咧，你冇肉食噶啦已經。咁啊，用家咧係少咗入市一啲，佢慢啲嘅會，因為咧而家佢個市場預期或者用家預期就話、是、喂，而家跌緊咯，佢又覺得為跌咗5-6% 啫嘛，可能仲有一跌咧。咁呢個我唔去估啊，但係我諗到呢半年大家都冷靜一啲。咁其實呢個我覺得。正常啲喎，有時我去買件衫，幾百蚊我都睇兩次買件衫啊，買個400-500萬嘅單位，十點就排隊，10:05就簽紙，喂，冇乜理由咁買樓喎，同埋好多時香港啲地產商虐待啲買家，即係11:00先去排隊去簽約咁樣，冇乜理由香港咁買樓法嘅，我覺得冷靜啲係應該喎，你要價格價睇下自己經濟能力，計算下情況點。咁我有一點我唔好同意，呢排有啲輿論就話咧，就今次措施咧就係會即係殺埋啲用家咁樣。嗯，我唔知道你邏輯喺邊度嚟。嗱，作為用家，如果你唔諗住炒賣咧，你又覺得你嘅職業冇乜太大風險嘅話咧，你唔係等住錢使嘅，你而家買咗棟樓，諗住住10年嘅，
咁就算我冇水晶球，十年我谂个价都会升嘅。你又唔会谂住两年转售，咁啊对你冇乜影响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时候用家系比较安全啲嘅，吓。咁当然你话你买楼谂住喂买一阵就谂住升50%、100%，咁而家就冇呢个时间噶啦。反而我觉得何教授即系讲个问题非常之好，因为949咪试过系有啲压抑措施，咁啊政府就经验唔够啦，佢好急就将啲措施抽翻出嚟。好啦，而家呢个问题就系而家呢个相对重嘅措施咧，你要做啦。咁第时政府假如佢要谂离开市场，系点样做咧？会唔会有个比较好啲嘅方式？呢、這个就要慢慢辩论啦。好，唔该晒四位朋友。咁我哋休息一阵间咧，翻嚟再讨论啦。究竟个措施里边一啲具体嘅细则，譬如话嗰、那个需唔需要一个所谓豁免嘅一个范围咧，令到啲即系真正嘅用家唔使即系受其苦啦。咁我哋第二个环节翻嚟咧，再详细倾过。